这个主管好像我几天前那个结语的就惨，怎么会有这么惨的境遇呢？但是回头看看我们这一周的信息，想到大义里说到，就是那个王啊，要他啊吃这个啊拜那个，他就跟王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会啊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看见说有这样的一个信在里面，他不孤单。啊，主也与他同在。看见这个患难越大，啊，神的连结就越强，那得胜的见证就越强。不然呢，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这周啊，一看到前面，好像是说到对外邦的那个审判，还有对以色列他的子民的那个惩治。从这个审判和这个惩治上，在我们这周的进度里面，我们可以联想到公义和圣名。所以我们从这个就业预表你看见这一篇的信息里面啊，我就是把想做成一个图画，好像就从那个不信神的人啊成为看见有神，然后知道有神，然后相信神，然后相信神成为神的儿女，还不能失脚啊，所以看见哈有审判啊，还有一个圣典啊，这个审判是为了公义啊，但是这个惩治啊是为了不过圣洁的生活啊，审判是为了公义啊，惩治是为了圣洁，目的是要这个得救的人。那这边书上是讲要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有神，然后要回归神啊，不然呢那个被盗的结果就是后面我刚刚讲惨惨惨。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哪些人受到那个惩治啊，你看可以说到那个少年人啊，从年幼的啊，有少年人，有男丁，有勇士，包括那个所有家里面的，你看战士、审判官、声音者、占卜的长老、五十夫长啊，还有尊贵人、谋士、巧艺的、通晓法术，也就家中有才能的人都被除掉了。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小孩啊，主怜悯，然后。少女更惨，哎，这后面，我想我们姊妹都喜欢这个很华冠啊、足链啊等等啊，但是后面跟的就是臭烂啊绳索，还有光秃啊，所以就看到哈、啊，这个神的家中啊，如果被盗，如果离弃神，他的下场啊，有用的人通不见。当然我们讲女子或者这边还有没有说到是妇人。年长的妇人，包括老年人都要受侮辱，所以可见啊，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他被盗的时候，神的那个惩治，那个惩治啊，还算是好啊。生命书经还讲说，如果那个不信的人都还要夺去性命啊，所以能把命留的代表他还有回头的亮光啊。所以可见哈、啊，我们在这一周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哈，那个各样的依靠啊，你越是依靠神就要拿掉。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哈，真的是只有一心仰望神啊。你当有环境来的时候，只有叫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周的段落里面看到说，这个说到这个对这个啊列国的那个审判，或许讲到列国好像跟我们无关，其实这个。可以说到，就是以前我们就是那个不信的人，因为我们是外邦，我们不信的人可能只有叫我们降杯，可能只有叫我们威吓，看见啊，原来有神，以前我坏错。但是你今天一旦信了主，有的人呐、啊，他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受尽啊，一直很想当福音朋友，他就想说当弟兄姊妹啊，哇，这个有这个追求，有这个啊、这个训练啊，这个啊，他就不愿意。但想想到，如果说今天我们信的主，又不爱主，你还想要走回头路吗？不可能，更不能失脚。所以想到说，家里面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祝福，这个带领是偏邪的啊，叫我们啊这个失去离弃神，叫神厌恶，哎，会叫你我们的家中没有老年人啊，那个没有这个尊贵的老年人。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如果说我们的聚会中没有负责弟兄在那边啊，正确的带领，
啊，如果没有伸延者，没有那个化的供应，没有粮食的啊这个分送，哇，那这个家很可怜啊，就像没有父母亲一样。所以这个没有父母亲的孩子很惨，男的就出去打仗当太保兵嘛，杀死那些，女的啊就去卖身当妓女啊。或许我这样讲这个有点过分，但是事实上这就是没有管没有教的结果。所以眼看好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确实啊蒙光照的一点就是我们啊需要紧紧跟随教会里面啊，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在往前，那个话一出来就叫我们站在这个信的那个话上就往前，这个啊每一次每一次就叫我们长在基督里，一次一次被圣灵，一次一次就走上去了。纵使我们软弱，可能在身体里面有软弱，总比啊那个城就打得从头到脚都是伤，也不残酷，也没有油啊来得好。所以这个也看见那个管教和这个惩治也有程度的不同。管教代表说有人管，有人愿意接受教，所以这个管教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需要有代理的啊，这个长老啊，或是啊负责的弟兄，我们就顺服了啊这样的代理以前啊，然后就被圣灵了。如果那个惩治呢，那个惩治也是一种爱神的爱，但是可见了啊，我们这样读过来，这个神虽然那个爱啊是比怜悯还啊怜悯比爱还要远，但是这个爱的太可怕了。是因为我们被盗，所以看见我们在基督徒的一生哈，从这个得救被称义，一直到啊变化啊这个，一直到成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无论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像这个丹尼他们那个患难越大，越是依靠神，他们不孤单，还有与神同安的同在。所以看到说这一天的信息将。到结尾看到以色列的那个城市，哇，是这么样的严峻啊！那相对的，在我们教会生活，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就不能啊，这个原谅我哈，我以前哈就是认为说，哎，这个弟兄应该要怎么样，这个姊妹应该要怎么样啊，甚至尤其是全世界服侍，哎，他不是全世界的吗？他应该啊，真的那个好像看望啊，服侍配搭他都有份，那把他累死。以前啊，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如果换做我来想啊，这个如果说今天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没有那个爱的那个因素，没有神自己，没有那个管教的神在那边亲自分授，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谁都留不住，太严苛了。所以那个永远的福音朋友。啊，他还是永远的福音朋友，他一直都没有受尽，感谢主。